叫何世宏，我是三峡皮影传承人。我正式表演皮影已经有20余年了。在商朝，黄龙真人之首就是我们三峡皮影之母。流传到唐朝时期，那就是皮影的鼎盛的阶段。我们巫山三峡皮影的独特之处，就是我们唱的词和里面说的诗句，它全部就是展现它的文字文化。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它传承下去，把它发扬光大。